好，林轩，大概我们了解到，就是说谁慢？那林轩就幸而跟女性扮演的其实是很好，是挺有诗是吧？啊，是。可是呢，前辈，前辈，好有。可是呢，这个一慢呢，其实他的这个故事真是一波三折，而且一开始就已经给人感觉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遭受了很多打击跟挫折的女强人。可以这样说。刚刚开篇不多久，家里面就会有一些变故。其实一开始一定是有变故的，是，就是因为我妈妈，我觉得是我的继母害死的，哦，所以我从以前很仇恨，这是很离奇的事情。是，然后他也把我们沈家所有的财产都夺了，当然这背后是有一个故事，是，我现在不能说，是，但是就让一曼理解自己的很纠结。这是一曼在家庭方面遭受的变故。然后听说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打击，就是作为一名酒师，在剧中突然失去了味觉，天哪，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是啊，是，而且他是一个很尿床的一个女生，所以这样对他来说，一方面他要报仇，又希望从他继母手上把自己家的财产夺回，是，但是一方面又受到这样的打击，他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时候遇到一个男生，就是应该是。去了三位女主了，对，在三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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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就是叫张西之毛子俊，是子俊，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一脉，就是一个给很多的年轻的职场女性一个励志的好榜样，就是无论是家庭还有事业上出现什么样的打击跟挫折，不要放弃，要勇敢的站起来。我自己非常那个什么什么。之前也没有有过这种，就是这么事业上很强的女强。律师也过了，对，但是这种就是在生意上很强的女强是第一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幸儿今天的装扮，其实也跟剧里非常好。执行是有成分，大方，但给人感觉很有段的概念。我们知道呢，就是幸儿其实是非常敬业的演员，你现在都知道为了一部戏。突然增肥18，哎呀，那个不用说了，突然减肥的事情。然后这次有没有为沈曼做出一些牺牲？流很多眼泪吧。我们其实是朋友，是，我们需要拖，同时又要把眼睛拖得很难看，是。有什么办法分享？其实剧本真的很让我入戏，所以也没有太大。所以这就是投进去之后最后的发。对。好，这就是大家期待一下《红酒俏佳人》里面的啤酒师沈曼。接下来介绍一下他的堂弟。